能见过人间仙境吗？怪不得人家要开灯了。前方反向急弯，请慢一点。欢迎来到人间仙境大雾天。啊，我们俩一爬山就会遇到大雾天，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唯一，早上好呀。昨天在这个永胜县借宿了一宿，今天就准备出发去攀花，之后就出发。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，犹如你落河底，经过几道闪电，看到一堆光圈，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我看你们见过人间仙境吗？前方反向急弯，请慢一点，即将经过落日区。怪不得人家要开灯了，安全为主。这比折断山的雾还大得多。前方路段限速30，前方连续下坡，前方两侧变窄，即将经过一滑路段，前方连续下坡，急转弯慢一点，人类请保持理智。连续下坡8公里，前方连续转弯，请慢一点。盲箱来了，欢迎来到人间仙境大雾天。啊，我们俩一爬山就会遇到大雾天，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呢？看见这个雾大的，这个是A353国道。如果是下雨天，大家别开这个路，路铺的很好，都是柏油路，但是就是雾很大，这个地方大家还是走高速吧，就是传说中的人间仙境。山一下，它就没雾了，大自然太神奇。能看见路，走起来就感觉安全了许多。看他们这里啊，满山遍野种的都是芒果，但熟了估计在这买应该价格会便宜一点。现在芒果都熟了吗？熟了，早熟才可以吃了。早熟的，咋卖的？这个大的那个是5块，小的这种4块。啊，小的这个大的，称几个呗？这才早熟的就只有这种，哦，早熟的太少。但是这个芒果已经吃起20来天就没有了。哦，芒果它这个种的少，嗯，然后这产量不高嘛。那你们有自己的网店吗？还是没有、嗯？那都是你们村里的人给你们售卖的。自己卖，但是结果到了芒果成熟，在大量成熟的时候就有老板来收嘛。哦，怪不得你们这个地方就叫芒乡呢。芒果之乡。啊，这个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对。我就说满山遍野的芒果，嗯，都是一直持续到我们华西芒果村6月份就最早的就这个，嗯，这个熟了，然后那些细细就到12月份都有。但是就过来就您这一家卖的呀，没有人卖。没有人卖。但往年多几年高速通了嘛，基本上都不走这个路了，嗯，要马上吃还是放2天的。吃的拿几个，然后放2天的也拿几个。嗯，你吃这个大呗，最多也可以行。就这么些吧，老板。熟的要2个吗？熟的要2个吧。今天就可以吃，这个也可以。行，好了，好，够了，哎呀，够了。一般有多少个品种？嗯，10多吧。那你们平常给发不？就是如果可以发啊。嗯，好。才让你看这车都是我发的。哦，8斤4。好的。42块钱。你们是不是经常下雨？还是？不下不下。啊，不经常。差不多从7年的9月份都下了，到现在才下一。嗯，才下一次，第一次。种芒果的地方应该雨水比较多，它才好长。不是，你说是吗？你水多了，芒果就不好吃，不好吃就不甜。但今年芒果是特别甜，嗯，今年是雨水相当少，就是今天才下一日照比较多一点啊。嗯，好，走吧。那你忙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好，慢走了啊。嗯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买的这种是最好的那种，什么贵妃芒，对，贵妃芒。跟姐姐贼好，还送了我们好多李子。真好，人真纯。我们这会儿就接着出发去攀枝花。190米，好大好，紧随
道。哦，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样子，这个城市。在第八个路口右转，当前直行，请直行。叔叔，这卫生间在哪？你哪里卫生间呢？啊，没得，这里没有卫生间。在那公园里头有。哦，公园里，行。公园去200米有一个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四川话。四川话了。我们终于到攀枝花啦！今天找了一个也是公园附近的一个驻车地，就是去公园里面找个厕所。说这座城市是山城，嗯，确实山城。上个厕所走这么大的下坡，等会儿上完了还要再爬上来。哎，那个地方离厕所太远了，我俩换一个地方。我们又换了一个驻车地，这里是那个体育场里面，还可以。看一下收费标准，这里离厕所特别近，那实在是离厕所太远了。就是一晚上18-20块钱，可以。看看这个城市，攀枝花，看这个索道。好熟悉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我们的金鹰公园就有。封闭了吗？嗯，开着呢，白天可以坐。哪些？因索道设备需进行检修，暂时停运。待定。啊。没有开。但是它是可以坐的，要不然它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游客中心呢，对吧？叮叮叮，很古朴啊，但是又很现代。就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东西。他们这里就是水果地产比较丰富。哥哥说这是无花果，是吗？反正满树长都在长在树干上。要了一个土豆回锅肉，还要了个素炒红菇菜。管四川，随便找个饭馆，炒的菜都好吃。他们这都没出菜了，好久。从进入川西，绕城出来到云南，云南就是天天嗦米线。吃饱了。就是吃粗米拌饭。这肠是多少钱一根？好吃不？我刚吃完饭。嗯，好吃的不得了。好吃的不得了吗？好吃的心慌了。好吃不得了。马上吃吗？嗯。来，这都是牛肉干。好的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好的，行行行。已经好久没吃过辣椒了。没辣味。牛肉味跟羊肉味一模一样。嗯，今天视频呢就到这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